漂洋过海来爱你。金思雨说，人要克服难，不要被难克服。从每天抱怨到走出去帮助别人，现在我能勇敢地告诉大家，我是嘉港的台湾新妇。这条路有点波折，但现在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。回到我的家，我才了解，我唯一需要的只有这个家。这一站的幸福是我的好老公给我的，有一个这样信任我的人陪我走一生，我还求什么？现在我学会了重新看待这段婚姻，也许每一天就像白天黑夜一样，生活中总有光明，也会有黑暗，只要有心去做就不难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心念一转就找回了生活的单纯与快乐。漂洋过海来爱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。